有人国一或国小呢，有人国一或国小，运动会呢，利用呢儿童节举办的运动会，4月4号的儿童节举办运动会。哦，你看看种菜的地方，一区一区的呢，哈。它不是用木板，那个是什么？那是什么片呢？隔一区一区的。哦，你看还有种葱啊，长啊，开花了的，还没有那个另外的植物。啊，种，那个是野树啊，哦，位置好粗啊。那种那个是什么菜啊？嗯，你没有看过。哦，圆立方还有高丽菜，那个是接力赛啊，小朋友在跑那接力赛。